地文产市场过去八年来已经用具体事实大大证明咱桃园发展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咱千千万万唔通行回头路，咱一定要勇敢，咱爱支持郑文灿来票投郑运鹏。多谢，真多谢，咱未来桃园市新好市长郑运鹏郑市长。咱掌声甲鼓励，咱先甲叫好条，好唔好？咱同个葫芦乡亲时代，大家晚安，大家好。今日我足欢喜，再次来到桃园，要诚恳甲大家拜托，要诚恳甲大家恳求，伫11月2日个选举，市长咱全力支持郑运鹏，甲。郑文灿五星级的好市长，会当继续延续落去，安尼好唔好？好唔好？郑文灿是一流的人才，真感谢过去大家对伊的支持，让伊会当担任升格了后第一届、第二届同志的市长。咱大家嘛拢看伫眼内，八年来咱郑文灿市长。因公是日夜奔波，为咱桃园拼，为咱桃园冲，嘛冲出一张真好的成绩单。我伫个遮简单甲大家报告几项：第一，就是讲咱桃园的产业大发展，包括咱电子、电脑、光电产业，或者是。电力产业也是其他的这个工业，台湾的产值三分之一是伫咱桃园。另外，咱的工业产值已经来到2.9兆元，这是全台湾22个县市内底排第一名。上市过的公司近500大企业。也有三分之一是伫咱桃园市。换一句话讲，这八年来，咱桃园市的工商发展已经讲是大大进步。第二点呢，咱地文产市长对桃园交通建设的规划非常非常好，比过去较好，啊嘛比过去，把比隔壁真济县市较就业。那么，伊咧推动桃园市，咱桃园市的交通建设，嘛员工是上界用心，效率嘛上界好。伊所规划六线三星，未来伫中立、伫桃园，拢会三铁共构，而且这个捷运买来到桃园航空城。换一句话讲呢，六条捷运线会促成新的三大都会中心。这三大都会中心，那参像三粒眼睛同款，未来会大大带动咱桃园市进一步发展。第三点，因为这么辛苦、这么认真、成绩这么好，所以咱桃园市啊，新生儿出生率。是六都排第一名，人口增加嘛是六都排第一名。短短八年中间，咱桃园市的人口增加21万人。咱甲地文财市长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所以地文财地市长伫个历届即个兵干内底，拢是5星级的，拢受到国。台湾社会真大的肯定甲娱乐。12月25日，伊就要落任啊，伊就要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啊。虽然现主席伊无徛伫遮，咱掌声甲说落去就好。咱掌声甲鼓励就好，好。好。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对地文产最大的鼓励。就是爱予伊所规划的事情会当继续延续落去。
就是爱予郑运鹏会当高票当选，继续带动统治进步。大家讲对啊，对啊，大家讲对对。对。郑运鹏市长，伊是台湾大学土木系高材生，理科的思考逻辑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伊阁担任三届立委。他拄啊，咱的影片内底拢看较出清楚，伊看会到，找会到，啊嘛找甲会到，伊是真侪人的好朋友，伊替真侪人解决问题，伊嘛是真侪人一世人的温情，大家讲对啊对啊，大家讲对啊对。伊伫立法院嘛担任过干事长。郑运鹏是这几年来伫闽东党团担任干事长上介久的一位委员。我曾经做过干事长，潘孟安做过干事长，陈其迈做过干事长。有做过干事长的人，拢有国家的高度，对中央政府非常了解。若有法度担任县市长的话，真紧就会当上手。而且用国家的高度去推动关政、推动市政，真紧就会当让关市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下去。所以我伫个遮要诚恳甲大家拜托，伫个未来郑文灿已经做好真好的基础的下面，咱爱选一位干事长出身、表现杰出的郑运鹏，继续为咱来服务，安尼好啊，好啊，安尼好啊，好。何况郑运鹏对未来咱的桃园已经有真好的过计规划，包括有七大面向、25大具体政见，那咪伊会一一甲大家报告。但是简单讲，伊只个具体政见，哪有法度通来落实，会大大带动咱桃园教育文化的提升，嘛会当带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青年创业，而且卖当帮忙老的，照顾老的，照顾幼的，少年人会更加侪人来到桃园市。俗语咧讲，侪人侪福气，侪人侪福气。所以咱的市政方向已经爱对。郑文灿市长过去八年来，已经用具体事实大大证明咱桃园。发展的方向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咱千千万万唔通行回头路，咱一定爱勇敢，咱爱支持郑文灿来票投郑运鹏，安尼好阿伯，安尼好阿伯，郑运鹏动算，郑运鹏动算，运鹏运鹏运鹏动算动算动算，多谢大家，多谢，感谢。